开正！你做咩走得咁快啊？等我送你翻去啊！我识咗赵慧顺，如果你有咩事，我都可以保护你。唔使啦，我有啲事啊，迟啲见。 有眼神接觸，你望住佢，佢避開你眼神嘅話咧，嗰啲人先又可以。海靜，小心啊！做咩啊？放手啊！你唔想自走啊？佢就係恐嚇你嗰個，快啲報警啊！乜嘢恐嚇啊？表嫂，係我啊 ，Billy 啊！放開我啊！做咩啊？放手啊！唔放得啊！ 佢鬼鬼祟祟跟住海靜，我望住佢又避開我，仲咪有嘢？佢係我表弟嚟㗎，佢啱啱喺美國翻嚟，今日先落機啊，約咗我哋食飯啊！你肯定？阿 Bill 啊，佢真係 Michael 嘅表弟 Billy 啊，放開佢啦！放手啦 ，Billy， 冇事啊嘛，你做咩鬼鬼祟祟跟住你表嫂啫？咁我淨係喺表哥個婚禮度見我表嫂一次咋，我驚認錯人咯，咪望多兩眼咯。唔該，你以後唔好再亂咁打人。 阿爹都系担心我，先至咁嘈啫。唔使麻烦你，我会保护海晴。你要当值啊嘛，咁你唔喺度，我咪保护海晴咯。海晴系我太太，唔需要你担心。Michael 话你未铺咗台嘅，够钟噶啦，我哋行啦。Sorry， 我哋赶时间，走先。 多得风，点解要咁大个 M 字喺个额头度？我只系想保护海晴啫。冇一个男人咧，想由第二个男人去保护自己嘅女人嘅。你咁做即系话佢冇用，佢点会唔嬲咧？我都冇话佢冇用，我只不过话俾佢听，佢唔可以24小时保护海晴，我系帮手啫。你而家仲晒出嚟啦，使乜讲啫？唔使讲嘅。我都冇做啲乜嘢，佢点解要咁谂咧？嗱，好难解释俾你听嘅，你迟啲就明啦。我而家净系担心咧，你对汪海晴嘅感情越嚟越深。 将来就好难做翻朋友。唔会啊，我一对住海晴咧，唔会呼吸困难，个心又唔会翳住喺住咁。你有冇睇到啊？海晴嘅高尚新闻啊！汪海晴医生老公发嘈山禽超护士，近日揭爆网台主持汪海晴，最近就俾我哋野生捕获到佢嘅医生老公。 竟然喺医院花丛公然偷食奶奶，调查之后，呢个女仔仲系同医院嘅护士，真系搞晒就手啦！海晴啊，啲记者最中意老作噶啦，不如打个 Michael 问清楚好唔好啊？差唔多够钟录音，大家快啲准备下，有咩录完音再讲。OK， 欢迎大家收听焦点情报，同我汪海晴一齐关注下社会嘅热点。 陣間我會同大家講下今日嘅 Talk of the Town。如果你哋有咩問題想同我或者其他聽眾討論嘅話，歡迎你哋登入 3D Radio 嘅官方網頁喺焦點情報討論區留言啦。海晴，你中意食咩啊？我哋一齊食飯啦。你仲嚟做咩啊？ 我揾过你好多次啦，点解你唔听我电话？我觉得我同你冇嘢好讲。老婆啊，我同子慧冇嘢噶。我一直以为你叫佢陈姑娘添。我条片我睇咗啦，你唔好同我讲系咩角度嘅问题。仲有，你上次仲呃我。
你话嗰个口唇公积系咩女病人嗨到嘅？我惊你嬲，所以你仲有乜嘢惊我嬲？你冇同我讲噶？你究竟同陈姑娘佢做过啲乜嘢啊？你最好同我谂清楚，你先好讲。你宁愿讲出个真相，我原谅你，定系你俾我知道你讲大话，我即刻同你离婚？唔该晒啦，多得钟。如果我一早识得揾你哋啲专家帮我仔，咁佢就唔会自杀啦。情绪问题嘅严重性，好多人都忽略咗。其实情绪病好需要治疗嘅。咁咧，你多啲留意下佢，有问题再 call 我。好啊，唔该你，多得钟。你凭咩唔俾我同佢讲电话？我是她老公嚟噶，而家系你唔想定佢唔想啊？喂，周爷，饮酒解决唔到问题噶。如果我之前撞到嘅系多德中。我想我不会喝醉酒搞出那么多事。你这么后悔就证明你很爱你太太。但我觉得我跟她的感情真的越来越淡。每段感情都有倦怠期的。我记得你太太说过你们经历很多事才能够在一起。她还说当年是她主动，那就证明她很爱你了。一次意外未必致命的。他一直都主动过我，如果不是他咁勇敢踏出第一步的话，我想我已经去了英国继续进修，甚至乎留在当地执业，根本就冇可能在一起。你说你是因为他留在香港？临上飞机前一刻，他 send 咗个 message 话俾我知，他在机场大堂等我。我在那一刻才知道，原来他对我是几咁重要，跟着我哋就喺埋一起，好快就结婚。你能够为咗佢放低过去嘅回忆同埋将来嘅机会，你一定好爱我。从来都冇见过一个女仔好似佢咁有爱心，咁有正义感。佢喺网台做主持，原先都系打算做一啲关于社会议题嘅节目，谂住帮助弱势社群。我仲好记得。佢啱啱入行嗰陣，上水有好多水貨客喺嗰度出入，令到當地嘅居民覺得好滋擾。佢就同同事打算去嗰度攞料做一個專題。都係唔得，我而家咧行過去，你記住拍低個過程啦嚇。喂，喂，呢度公家地方，你哋阻住條路喎。關你咩事啊？走啦！先生，呢度公众地方，你咁做就唔啱啦。我知道啊，呢度啲街坊都有投诉过你噶。八婆，你唔好咁多事啊，准唔准揼你啊？我惊你啊！我而家拍低你啊，报警都得啊！你拍咩啊？喂，你咪热我啊！我 IP 嚟噶。开车，走啦！你拍片。佢就是一个可以为理想去到咁尽嘅人，真系睇唔出。有咩睇唔出？哇！当时情况咁危急，佢都够胆翻转头去冒险，仲可以保持冷静，有啲意外啫。本能反应嚟嘅啫。网上边都有多影片影到，有啲妈咪为咗救自己嘅细路，连架车都抬得喐啦。你找我有事？我今天早收工，有些事想跟你谈。我上次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，我们没事再谈。我知道你老婆没回家，她不会原谅你的。这次不需要你关心，我自己会想办法哄海晴回心转意。你不要再妄想，我们没可能的。好，
你唔肯面对现实啊嘛，我嚟帮你。你想点啊？当开房，当开房。Doctor Chan 有事揾你。唔该。王海晴，入得去啊！王海晴，我有啲嘢讲啊。上嚟做咩啊？行开啊！你王海晴做咩啊？你走啦！王海晴，你带出嚟啊！你今日过嚟。快啲讲，我仲有好多嘢要做。好啊，你同 Michael 离婚啦。离唔离婚，好似唔系我一个人嘅决定。Michael 个心已经唔喺呢度噶啦，你拉住佢都冇用噶。放手啦，就算我哋真系离咗婚，都唔代表佢个心喺你嗰度噶。你同佢只不过系一时饮大咗饭嘅错。你老公中意嗰个系我啊，佢已经唔中意你噶啦。你清醒啲面对现实啦，男人系用下半身思考噶，更何况系一个饮大咗嘅男人。佢惊咗你先至咁讲噶啫嘛，佢根本都对你冇 feel， 你放手啊！海晴，我扶你翻医院先。你而家睇紧嘅系 TVB USA 官方频道，想睇更加多 TVB 精彩嘅节目，就快啲揿埋下面嘅钟仔 subscribe 啦！